嗨，我是大叔。坐落在北京石景山模式口翠微山南路的法海寺，在大雄宝殿内保存着距今已有560多年明代最完整的石瀑壁画。壁画上天上人间共绘制了77个人物，用色矿物性颜料，而砾粉堆金叠晕轰染的绘法，在完全黢黑的殿中竟有专人的讲解，壁画至今仍然光彩夺目，栩栩如生。不妨预约时间，来和明代的壁画做最亲近的接触。